第三个，用手绘的方式在表格插入一个第一个储存格，插入一个对角线，将明细上移十点。所以这个地方很简单啊，你要点这个表，点这个格子有没有？选到所谓的设计，这边会有一个所谓表格，点一下，然后自己拉对角线，给它拉一条线，这样就代表画了一个对角线了。画完以后，你要记得哈，再把这个所谓表格点一下，让它浮起来哦，表示没有那个画线的功能。这时候才框明细两个字，然后回到常用标签里面的字型，这个都要放快钮啊，点一下。我们要上移，所以你要选进阶这边位置，要选上移几点？十点啊，十点，然后按确定，这样子就可以了啊，可以了啊，这样就表格就画好了啊，表格就画好了。